让人笑破肚皮的型男国际料理补习班又来了，台语英文有够破的来宾们会闹出什么笑话呢？幼鸡啾，幼鸡啾，我的鸡啾啊！谢档啊，这什么啊？谢档啊，谢档啊啊，谢档啊！干妈点？做什么？我袂记什么啊啦？我都无啊啦，但我当天有叫啊。阿能是不是？阿能，阿能要安怎讲？阿能，阿能啊！明虾在手，却不知该如何处理。王彩花队实在让人担忧。要不要来求救一下？是不是要打我？是不是？不是这样剪，是这样剪的吗？应该是屁股剪掉就好了吧？哎，你不要关心一下打火丝的那位朋友，打的有水有点多。而剩下的菜钱还可以买师傅求救方法，你愿意花多少嘞？师傅棒棒火，要2000的啦。师傅啊，1000。台语转播，安心做。是黑啊，是黑啊，是啦，你那皮皮薄薄啊，做严重的啊。这个时阵，伊敢用唱歌，你来面，要过来控制，跟丢丢丢。您正在收看的是《型男大主厨》《型男国际料理补习班》奖金挑战赛。晚安，感谢你们再次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丢了，请到了三位好朋友，准备要来买菜了。好，欢迎王彩华、徐富凯、杨志奇。听来到的是谁？徐福凯，你演戏啊？我演戏了。哇，惊喜耶！哇，你的很多元哇，全方位。到听来到的，然后呢，7月18号开始播出，是，然后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8点到9点，对，华视频道是华视频道，而且是一个情喜剧，在剧里面叫做林附身。被附身了，被附身，被附身，灵异附身了，附身。然后我演的是科技新贵，然后返乡创业，把自己的那个骨灰，把自己的骨灰带回来，这是灵异的戏，是没有回来了。曹姐姐，我妈妈叫，对，我演她妈，哦，宝珠，宝珠姨，宝珠姨。之前是宝珠姐，你看我们两个其实宝珠姨很有母子脸呢，我们两个不离。其实笑起来感觉蛮像的耶。爸爸，然后她是我女朋友。对哦，所以不是两家人的故事，是一家人，对，一家人的故事。然后每一集呢都会来不同来宾，是住民宿的来宾，不同的故事。哦，要开民宿，对。然后还有唱歌都有。7月18号即将播出好戏啊，每天晚8点。看了这个好戏，因为我们也是到底聊天啊，对不对？我们在料理台上聊的，好，没有，好，欢迎王福利跟 Jerry 两位班主任。好了，我们的奖金挑战赛啊，这边真懂这么快就给小费啊，怎么好意思？好了，这是你们的，谢谢，谢谢，这我们的，猜拳决定，猜拳，剪刀石头布，石头布，还有呀，啊，杰瑞，你想选哪一边？你最好看着我。好，这样子我们就有一起合作啊！是我们有赢吗？没有，没有赢，输了。但我们这次要再接再厉，怕什么？对，全心心听台语，去买菜。听台语，现在用心时段，是，我准备来听台语去买菜。嗯，准备听台听台语啊。好，来来来，第一个豆浆，第一个板扎拉，板扎拉，第二个幼鸡姜。幼鸡姜，这个你要知道吧？你怎么都是音译哦？幼鸡姜，第三个蟹档啊，蟹档啊，嗯，蟹档啊，这什么啊？蟹档啊，蟹档啊啊，蟹档啊，干妈咪，干妈点，干妈咪，干妈咪，完了，我忘了。曼道林，曼道林，快去吧，你忘了。曼道林，好，请。曼道林，两分钟。好，好哥，来夹一下，夹一下，夹一下。好哥，夹一下，夹一下，夹一下。曼道林，这个是无？没错。我问你啊。曼道林是这个啦，是叫曼道林。哦，曼道林。
啊，你爸放心好啊，啊什么啊？我未记啊。别挨哦。啊，有一个是啊啊，无唔对啊。我讲那有什么啊？我无会啊啦。啊啊，搁有一个，啊搁有一个。啊是啊，要搁啊啦。迄个干妈咪。蜜了啦，蜜呀，蜜了，你一定知啦。啊，就蜜，嘿，蜜，你话这钱，一百块，一百块，一百块。哈，哪安呢？啊，就阮都拍折啦。这遐少，对不对？十一分钟啊。啊，搁有一个，啊，搁有，啊，我没等你啊，拢是你啦，你要跟我抬杠啊，好啦，快点呢。起来来，你好，板扎啦，板扎啦，板扎啦，幼鸡姜啊，幼鸡姜，第三样。板扎拉又激动啊！啊，激动啊！板扎拉又激动，激动啊！激动啊！激动啊！干妈咪，我刚刚买了。他说买就好了，不管他。你刚刚讲什么？真的什么？不不不不不，又又激动，又激动，又激动了。对呀，你塞哪有啦？你要切好还是无切嘞？我唔知。金钱啊啊哪哪哪买啊？不要跟他聊天啊！能报错啊？一百块，一百块，搞什么？我未记什么鸭啦，我都无鸭啦，等我当天有鸡啦。回来喂，鸭啦，鸭能是不是？鸭能，鸭能要安怎讲？啊，就鸭能啊。你搞我看，你搞我看，鸭能啊，鸭能啊，太坏感情了。哦，给给小姐。什么鸭？有犀利，什么什么鸭？唔惊无？有什么唔惊？我是鸭，唔惊。没清楚，你到底被攻击啊？加油！记台词能力强不强？哎，不强。啊？董兄记台词能力超强，真的。但是他只买对三样。啊啊！准备哦。好好好。第一样，加油！来，开始。第一样。第一样。班杂啦。班杂啦。班杂啦。班杂物。班杂物，你不要管我，自己记啊。好，第二样，来第二样。幼鸡姜。幼鸡姜。鸡酒啊，又鸡酒。第三样，鸡酒，又鸡酒。石冻啊，石冻啊，石冻。那你们再讲，别再讲。干妈比，干妈比。来，最后一样。干妈比，最后一样。Oh my god！ 曼岛林，曼岛林，我怎样？曼岛林哦，好，快，媳妇。来，小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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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岛丁，大家那样买曼岛丁，这样，曼岛丁，八块，八块，好，阿哥买啥？班茶啦，班茶，班茶啦，班茶啦是啥？班茶啦，班茶啦，班茶啦，听无？鸡酒，啊，鸡酒哦，哎，讲鸡酒袂歹嘞，讲做标准的，鸡酒，啊是要切好诶，有切甲无切诶。诶，啊，这较少啦，我唔知，好不？好，这一百块。班茶啦，班茶啦，班茶啦。哦哦哦！哎呦，超回来了！我嘛记个班茶啦一声。班茶啦。我把茶啦掉啦。班茶啦。是班茶啦。班茶啦。班茶啦是这哦。马扎啦。哎，别等你们，哎，我现在讲你个代志，你叫我等你哦。太屌！你啊，先花一千块。我先，好，你别客气。好了好了，好了。啊，进去进去，我等你哦。好了好了。卖个茶啦，嘿。班杂啦。班杂啦。雪冻啊。雪冻啊。来，再讲一遍。雪冻啊。干妈咪。干妈咪。雪冻啊。谢东啊，干妈，干妈咪，好，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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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自然产料。注意时间。谢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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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东啊，谢啦。好嘛，不是，好嘛，好，多少钱？两百块，两百块，给两个先。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快，干妈，干妈，干妈，叫我干妈，叫干爹了。干妈咪，干妈咪。干妈咪，干妈咪，注意时间哦！干妈咪啦，干妈咪快！好，这，哎呀，要救人哦！很大方，很大方，进来，进来！阿哥请，社东阿干妈咪，阿哥请下，好，回来啦，时间到，回来啦，时间到，时间到，班茶啦，啊，爸
大明虾是什么啊？大明虾怎么讲？板杂啦，哦，板杂啦，板杂啦，板节虾啦，一直要买鸭，原虾，幼鸡精，精啊，幼鸡精，五五，幼鸡哦，鸡精是鸡精，幼鸡精就变成鸡末，自己切，算有了啊。这叫西东啊，是东啊，没有的，没有的，两个拿出来，红绿红都拿出来啊，对对，好好哦，红绿红都拿出来，哎，好，再来，来，干妈咪，好，这里就摘，这里就摘吧，我觉得我这个要克数，因为我明明就讲干妈咪，他给我蜂蜜，我讲干妈咪，干妈咪，结果他讲干妈咪，他就给他番茄，为什么有这种事情？什么给我蜜啊？他就讲很清楚啊。我说洗杯币啊，洗杯币，哎，用青菜吃了，我讲的啊。你讲什么币？嘿啊！你不是讲干妈币？我有说干妈币。回去看重播，看你怎么讲啊！我没有说干妈币啦。曼岛林，可恶！这都是你们唯一买对的，曼岛林，他买对四样。哇！哦，你再买对两样，两样做的菜是茄汁名菜。耶！两边带开来准备特训，没关系，备上。咸猪爆虾，剁虾剁彩椒，沥油，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回来下调料。来调。这样子来吃的，知道吗？对，最凶的。差不多。彩椒这些下去，哎，虾子补肺嘛。然后抓一点盐巴、胡椒。盐巴、胡椒。啤酒，然后油温很高，就下去炸。那你要沾一点粉吗？可是没有太白粉。没有，这个要。好了，即将十分钟要操作这一道茄汁明虾，是的，三分钟之后就可以补满你的食材。你们在干？你在干嘛？我们在泡我们的蜂蜜水啊！没干杯，我刚刚已经买了，不怕多浪费啊！你们要买可以给我们买，我泡给你们。对对对对，我钱是无得开哦。注意，求救的板子上面写得很清楚，好喝也好浓。等一下呢，每次求救有一分钟，我是500，詹姆斯是1000，2000、3000的是你们两位师傅，听说是全力的协助。还在喝？那位民众，我们要录影的。哦，不好意思，十分钟准备。哎，这是个来，你熊这样切的，他切切错，没有切错，长片。重点是他缺哪几样，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我记得。好，丙级的时候没有教你怎么切，没有吗？长方形一片一片，然后再切，再切末，然后再切末。我想说时间很多，徐部长，你可以帮忙切。对对，我切好不好？他就是那个教。我切成这样，你切成末。哎哎，小姐，你过来好，不然你有两个砧板，你知道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这样很温馨呢。对对，这边已经备完料了。谢谢，我们到隔壁看。今天料比较多，哎。好啊，对你有我的米酒杯，你的呀呀，春天不会。哦，干妈的200块，吃冬啊200块，四百。这个，阿哥，那个，你看，看见没？来，那个，本子啦，我这，本子啦，我们都下都加本子啦，哈。阿哥，下。我问他，他本子啦，你啊？啊，我要去打酱，我去打酱。你刚去，你车出来塞塞进去了，盖子可以拿起来的嘛？要不要来求救一下？你是不是要打我？是是是。他是想剪，是想剪的吗？应该把屁股剪掉就好了吧？哎，你不要关心一下打火机的那位朋友，打的有水有点多。晨曦啊，你现在去隔壁拿蜂蜜，就刚好就是果汁了。对，大声喊出来。对，行。师傅帮帮我。你可能买了1000、2000，你可能要买师傅的是哦。3000呐，好，我两件阿萨里，对不？好一。加成哥你。给你们10秒的时间讨论，你们要怎么分工啊？对，好，你搞起来哈。这一边彩椒过油，好的。哦，这边包香料，准备好了没？好，好，可以，好。一分钟计时开始。好，催泪，催泪，催泪。帅帅帅帅帅！做完，做完。等一下，这是炒完，它爆香完之后的酱汁。下油锅。然后，你的虾正确的剪法是，我们把刺剪掉。催泪，有没有？须剪掉，须剪掉。然后脚剪掉。来，来宾，番茄白萝卜。哎，脚剪掉，开背，开背，我们这样剪，好吧？没有，它半颗啊，我尽量剪。这边有半颗，在番茄里面啊。嗯，好。你就有点好悠哉的那些光哦，有趣味。可以可以，加油加油！崔磊崔磊，我们崔磊，我真的赶快，赶快，明虾赶快切，明虾赶快弄。
泥箱，要捡。赶快泥箱，赶快清理啊！还要做什么？等一下，虾子过油，然后调味料下。啊，过油，你赶快连下了，帮他下一下了。八、七、六、五、四、三、二，这不怎么办？停，接到，好了，请停手，不要泼水，要倒进去了哦。光明正大的哦。陈哥，请停手。这样好了，蔬菜。好，两位请就位，懂了吗？懂了。怎么那么快呀？来，看对面哦。来，开始。师傅放慢火。好的，好的。哎，这就两千了啦。师傅啊。1000，1000，一千是不是？他不是，确定。两千块了，来怎么做？台语转播，专心做。来，台语转播，多够，每一分钟计时。是啦，来今晚福利咧，提只鸡大咧，嘿，准备要来煎虾啊咯，煎虾啊。是啦，今晚福利宝宝啊，多严重的啊！这个时阵咧，伊敢用超客人来宾，要过来控制灯光，灯光。到底是不是坐下来？这个时阵，福利心中有了盘算。丢，你到底在做到底啊？好，去喷着油啦！啊，多吧多吧。来来，福利师傅的这边油格格，你在那想啥？油格格，想要转去了。你看，你看，烧到底啊！你一看，哎呦，啊，那个干妈咪，那切得切得短，切得短，切得短。要不要切？要不要切？要，你猜没？应该猜啊。福利开始在记黑啊。丢，到底你记了好啊？水的啦，水的。今麦回答恭喜真水啦，哎，今麦过来，已经进，还要进爪，好啊好啊好啊，来爪啦，今麦来来接补更容易啦，好，接补，过来接补来，今麦过来妈咪，妈妈，各位各位，啊，好，差不多时间到啊，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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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请问一下。为什么我要转播啊？我敢放心啊！加点吗？搅一搅，一直就搅掉，搅掉，搅掉，搅掉。时间剩下两分钟，两分钟的盖点了，五胖，小心哦，盖子，盖子放，拿下，好吗？我帮你看过，我帮你看过，哎呦，不玩。可以放心。你的肥皂。这样，你要这样开盖子啊？只要拿起来就这样。OK。阿爸。面包吗？啊！很少断头哎，你要讲什么？啊，都迄个陈曦切唔掉哎，陈曦切唔掉去，嘿，切唔掉，你才会头壳干嘞。嘿，你是讲我切啦？对呀，我要断头。这个醋要丢丢下去。现在吗？现在吗？这样看起来，等一下，对面比较清楚一点。阿两位，30秒，这边可以吗？你们要快点，注意一下时间，快快好了，快点，快好了。这是什么？糖。五汤匙，哦，啊，不，三，好。请 Siri， 你为什么要选他们两个呢？他们隔壁有比我们好吗？好，好太多，真的假的？他应该现在蛮后悔的。全部加，加，这个，这个是勾芡，然后糯米粉要加吗？再，不要太棒了，不要加，全部下了嘛？下，好，那个这，阿弟。两边的茄汁呢，在里面呢，被盖住了。这边比较早时做好，我们先吃这边的，漂亮。要拿茄汁哦，茄子，要拿茄子，他们都有茄子可以拿。有啦，有汁啊，有啊，出来啦。有，有在底下。对，这次还不错。耶，好吃。各位不要怕，吃他们的。为什么大家茄子都收这么干哦？那个不够生啊，一点刚刚它生。不太一样，那个比较湿。我们就比较养生啦，我们才不爱讲。你们有勾芡吗？有勾芡吗？有啊，有我女儿有勾啊。哦。来，这位在用餐的朋友，我被他举白了，不好意思。可以。回来，我茄子米，你们吃太专心了。你这么饿吗？准备，有点大。茄子冰箱有没有输赢呢？准备，一、二，哎！有票，有票。你
先说，我怎么放那边？为什么？其实这边很好吃，味道也很重，但是它这边有个独特的香味。那相对就是因为它的茄子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它虾的香气炸出来的香气，它吃起来很香很明显。哦，对，这又带点酸，我觉得它不腻口，所以我选到这边来。对，不腻口。谢谢来。不腻口。你真的不腻口，你只有一点点碍眼。不是不是，那茄子的部分其实它要需要去有油去煸去炒哦，它的颜色还会比较亮哦，所以这整体性包括麦香也好，这边会比较均衡一点。那包括它整个浓切的部分也刚刚好，那这边有点就是有点跑掉。这是我们比较新生代的做法啊，我觉得比较老派，所以你们做的非常好。我们是经典新生代侏罗纪人，不要再讲，常小姐不要再讲，不要再讲，一比一。莫名其妙的站着平手，我们要换人买菜了，起码呢，我来听下音乐啊，来听雨歌下品哦，来哦，我老庆光，是詹姆斯，出题，我啦，那你要在哪里？哎，我已经都给你哦，头上三个，来五样东西哈，五样东西，来第一样 ，breast pork intestine， 这么长 ，breast pork intestine， breast pork intestine。Intestine. OK, the second one. 第二个。这个。第二个。Chili bean sauce. Chili bean sauce. 第三个。Snack eggplant. Snack eggplant. Eggplant. 第四个。Snack eggplant. 第四个。Pickle mustard green. Pickle mustard green. Mustard green. 对，第五个。Dry small shrimp. Shrimp.1000块。Thank you. See you later. 哎，看我那勇气掉粉。冷静。Okay. 第一样 ，breast pork intestine。intestine。intestine。第一样 ，breast pork。第二个，第二样 ，chili bean sauce。chili bean sauce。第三样 ，snack eggplant。eggplant。第四样，第四个 ，pickle mustard green。Pickle， 第五样不用讲，因为已经买了。Pickle mustard green。OK， 前面三样了，四样了啦，来去三样。跑步会。要有菜啊。Eggplant. Yes. Yes. You very good. This one.2000对吧？200。公主都会给小费啊，这什么坏习惯啊？啊，这个是谁的 ？Chili bean sauce。Chili bean sauce。Chili bean sauce， yeah。Chili bean sauce。Chili bean sauce， 100。花姐，时间。Pickle mustard。Mustard？ Yes， mustard。Pickle mustard. Right. Mustard like this? Yeah.
four. 啊耶耶耶耶耶！好好好，青菜青菜，挖够我，挖够我，耶耶耶！我在，快哈，那没过来吗？没啊嘛，全部钱给他，没有求救哎 ，Thank you， 没有还要买拿出的，拿出的时候 ，On the house，That's on the house， 来喽，要买五样东西，尽量记。要跟记歌词一样的，记台词一样的，英文烂呐。哎，尽量哦，尽量。来，第一样 ，breast pork intestine。啊 ？breast pork intestine。breast pork in 什么东西 ？intestine。intestine。第二样 ，one two OK。chili bean sauce。哦 ，chili bean sauce。chili bean sauce。chili bean sauce。OK 啊。snack eggplant。Snake! One more time. Eggplant. Eggplant. Pickle mustard green. Pickle mustard green. Okay. Pickle mustard green. Dry small shrimps. Dry small shrimps. Dry small shrimps. 我想想。Okay. Dry small shrimps. Dry small shrimps. Shrimps. Yes. Dry small shrimps. Yeah. Okay. Right here. Thank you. 100. Thank you. Okay. No. Filipino juice. 什么东西 ？Filipino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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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sure if we got any juice. I don't know. Juice. 回来了啦！不要挣扎。赶快回来！赶快回来！是啊。Okay. Thank you. 不好意思，再来一次。好嘞。Chili bean sauce. Chili bean sauce. Okay. Pickle mustard.Green, pickle mustard green, 很好。Snack eggplant, snack eggplant, snack eggplant. Breast pork intestine. 一百四。哎呦，来出发哦！哎呦，每次回来都1000块哦。什么 James 啊 ？James, James 是吗 ？James, chili, chili, James, chili. Oh yeah, three. Okay, thank you. Big one or small one? Bigger, yes, bigger. It's how much? 100. Pork, 这个吗 ？Pork, no. We got braised pork intestine. One more time, okay. Braised pork intestine. Yeah. Okay. Thank you. Yeah. Oh yeah. Let's 我只能用笔的，我真的不知道。Snake eggplant. Okay. Yeah. Come on. Go. Sweet. 200. 200. Okay. Yeah.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Have a good day. 人真好。Chili bean sauce. Chili bean sauce. 大豆饭。Yes. Chili bean sauce. Chili bean sauce. 还买到 chili 了。chili 辣椒。chili bean 买辣椒啦。Snake eggplant. Snake eggplant. 你这个是临走前买对的。很有保险。再来是 breast pork intestine.我买了猪脚啊！我买了猪脚啊 ！Dry small shrimps。有。Pickle mustard green。它是酸菜啊？没有。Pickle 买什么意思？他买菜。这边买 mustard。芥末。买了芥末酱。还是很合理的。在里面有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完全不搭嘎的东西。是什么？而且手工没有。手工没有吃饼干了。甜点呢？哎呀 ，snack 就甜点的，各有两样没有拿到哦，各有两样没拿到，待会三分也是这样，三分钟后。好，我们的菜名是什么呢？拿什么付什么就好。棋子非常棒哦。带开特训。这个四条之后呢，我们再切成段，一样切段。之后我们的肥肠一样切成这样的一个长度，也是段。好，之后我们切过油了。然后旁边沥油，之后大肠一样再回去过，一样过，对，再过一次油。那切斜刀这样。为什么后面的？因为它后面比较厚。哦。那你前面也切斜。就这样一起斜刀的。对。这样。OK。了解。好。然后它有要穿烫还是？要炸。茄子非常好，这边的求救的只有两阶段，用掉就没有了哦。这边是2800，这边还有5000。
哇，剩下的都能够换奖品。这边的求救呢有两阶段，1000和2000的求救，只能买一次的求救，十分钟，茄子肥肠堡，计时开始，来这边请，来，小姐要不要求救了？你还没啦，这么快？我觉得可以啦，还没有，等一下啦。茄子你切得太歪了，对啊，茄子啊，你为什么不对半再来切啊？哎，沈静，你现在是切花刀的，他刻花，对，你平常有在雕刻佛像吗？有在雕一些花，茄子茄，哎呦，断。小姐，你要做自己的。啊，我就这个。你要乱别人是？小姐，你不要说找到工具就一直捏那个放着就好。对。还有什么要签的？目前应该就是没有。小姐，你有开火吗？我开火了吗？开。谢谢陈哥，多谢阿力哈。来哈，哎哎，够了吗？这个油够了吗？不会啦，这不会油爆啦，这不会油爆。快快快，放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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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放下去啊！你油不要滴的到处都是啊！好啊，你也塞杯啦！再一下吧，再一下下哈。对，吃过茄子肥肠堡吧？吃过，非常好吃。啊，这边要不要就开始爆香？不要聊，不要聊，不要聊，不要跟他聊哈。对，我们帮助你，你走啊！这边去皮喽。不管这是有化刀还是伙伴，伙伴伙伴伙伴，就伙伴，没有不需要再头的地方要不要再开一刀啊？好，再开一刀。这个大肠还切得蛮大的哈。对啊，果然是大肠。可以买食材哦，你们还缺了两样可以去买喽。对啊，好，去。那我过，那你过可以吗？我过，好，一下子就好。I need 这个 breast pork intestine yeah how much? 500。500，好贵哦。Can cheaper? No, sorry.卡紧的呀，小姐，卡，Pickle Master Green, Pickle Master Green, yes。那我要炸咸酥鸡哦。我家楼下刚来炸咸酥鸡。你拿上面照不照啊？没有，就拿下来放，这样不能焦啊。我没有焦吧？这样算焦啊？哇耶！I want chili bean sauce. Chili bean sauce.Yes, this one right here. 100. 100? Yes. 五雄啊！五雄跟他聊起来。娘娘在唱啊！顾啊！对。Name is what? Pickled mustard gr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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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Bye bye. Bye bye. 干嘛你哭这么大？笑成这样哎！你在开心什么？喜滋滋的哦。我的秘密啊！今天什么缺大豆瓣是什么？那个酸菜。酸菜。嗨嗨呢？要做什么？我已经忘了。哦哦，要炒菜。干什么？炒菜。剩下5分钟，要不要买球球？先不要好不好？我们先不要。啊，买了买了。没有没有，我知道前面要干嘛。你们先走嘛。你回神哦。我回神了，我回神了。你冷静一点呢。我回神了。你回到台湾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这个蒜苗这么粗啊？对啊。对，就是这样。那你可以再切一下。哎，对吼。你几月自己有一把蒜吗？你的公平。啊，还有什么要加？辣椒、姜末，对，乱加乱加，对啊。还有呢？还有呢？是不是可以再多一点油？你不要炒超会搭了，待会的茄子很多油，不要再加油。对啊。酸菜。师傅没有跟我讲要加多多，因为我不知道他有给你多少。对。你们还在聊天吗？聊开了。啊，这边要求救了！这感觉有点妈妈臭臭锅哦。妈妈求救，你现在要求救是不是？还是拿起来念？我这边更短。哦，念短等于直接。来一起做来翻哦。来一杯，请。师傅帮忙我。没，1000、2000，1000块、2000，哪一个？我们还剩多少钱？我们还剩多少钱？我们没有剩那么多，我们刚刚还买了大肠500块钱，然后还有酸菜，还剩多少？2100啊，还有2100。所以就用最贵的。英语教学，你们问我我就回答。不是，我觉得 yes or no 就好。聪明，好，聪明，聪明。你问他回答，你问，好，1分钟计时开始。这个还要再切吗 ？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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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拿过来 ，Quickly，Quickly， 都分，长的，直的，长边，转，对。对，你们两个要讲就用英文讲。哦，不好意思。OK，I know。怎么切那么大？因为他切的，陈记切的，他还要。要快，
要快，要不然那个英文教学要继续教哦。好，那你的你问他回答 yes or no？ 这是这个，这个可坑了一个字 ，yes， 这个可坑了，对，诚心你可以讲中文，你可以讲中文，哎，然后他来气一下那个猪鼻对吧 ？yes or no？yes， 是不是那样？是不是那个？那个？干冰啊！哎，这块怎么样 ？Sugar，Sugar， 讲中文的，不是诚心，你可以讲中文，我们可以讲中文，我们你还是没有过大奖，然后过油呢，然后。一下，那帮我拿一下，快过，我要过。好，到这里，到这里。停，时间到。好像没有问题的问题。那我再进啦。这个已经，有点辣。啊，等一下，翻开来。哎呦，哎呦，哎呦，小心，小心，你小心，你也躲太远了吧？啊，我被炸到了。哎，怎么换你接手了？趁机接手呢 ？Yes， yes， ye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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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我看你动手来抢票，你2000块还没给我呢，2000，整齐，快，2000块没有，怎样啊？可里面好像没有两千，我们还有2000，我们没有钱呢，好，那你就反正整数给我就好，谢谢，好，啊，一毛都不剩，我们没有钱了。哇！对面要求救了，求救喽！来喽，走，隔壁走。来，杰瑞，来，剩下1000块了。好，试一下味道，要勾芡，最后再下去烧。师傅帮帮我。好，最后一张，1000块。台语教学，台语教学比较好哎。台语教学，台语这很教学，2000，对不对？你们这些崇洋媚外。对啊。一分钟准备，计时开始。来，气瓶。我们吃过了，下一块。酸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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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板，黑的，酸辣黑板。啊，这开会，开会，开会，开大会，开小会，大会啊，小会，加一点啊糖，加大会啊，小会。导游，我参加舞，导游邓秋英，嗯，阿爸，阿姐，我参加舞哦，你没吃过吗？你吃过吗？啊，你糖有黑不？黑一下。啊，你吃白花椒粉，白花粉。你要试看吗？来，我试看吗？啊，这个阿哥无呢，无更严哦。嘿，你食看卖，就香就香。有够无？有够无？会使无？一点啊，一点啊，好，一点啊，好啊。安尼好不？哎，好，一个好。啊，成果加一点啊。好，成果加一点啊。啊，混蛋，你要创啥货？阿哥阿姨阿贵讲呢？好久问，好久问过来先。过来哦，好。好啊，等下你包。哎，高清高啊嘛。等下再高清。再高啊吼，安尼会使咯吼。嘿，阿妹啊，这绍兴队。安尼会使咧。哎呀，好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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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使袂？过来，到了，真到。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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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你现在调味还是？他是说全下。你在调味还是很谨慎，真的。对。不确定要怎么调的，一个就是主持人哦，讲谨慎好听多了。嗯，好，这样可以吗？讲谨慎好听多了。你要不要四个味道？好。我本来想讲五感，五感不会啦，他就是胆小而已。来来。那这个葱段什么时候下？等一下。等一下。可以吗？可以。5秒钟之后。5秒。我觉得味道可以。好，味道没问题哈。好。时间剩下30秒。30秒。哎，还有一个，是否能试味道吗？是不是差不多了？真感觉真的比较稳哦。有哎，看得出来真的比较稳。因为修改不会乱呐。嗯。OK， 那我们完成喽。倒过来吧，只要倒过来 OK 就好了。啊，酸菜不用倒了。不用，我刚刚下很多了。黑鬼啊，谢谢。对。你把它拿起来，对，斜斜往里面倒，哎，斜斜的往里面倒。时间到，完成了。这边我们比较知道他们在做的是煎的这张，对。然后那边做了一个类麻辣锅汤，我就不知道，真的假的，比较特别啦。茄子麻辣汤，单点的那个大肥肠，我可以单点，加点大肠头，加点大肠头。来，请上桌品尝一下茄子肥肠堡。在品尝以前，询问一下这个卤大肠回来，我们要处理这个东西，需要让它重新变成我们的味道再入味，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吗？好，还好，还好。这边先煮好一样，先在这边。好，来，我们的茄子有去皮，
啊，嗯，好贴心、哦。我们没有。OK 了。谢谢。不错啊。他们今天微煮的时间都很够。我们微煮蛮久的。你们还没在炸肥肠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微煮。你们在求救的时候，我们就在微煮。为什么你们这么快？那我们太慢了，为什么？来，各位清醒。也不错呀。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味道都比较另类？不会太难评。哦哦。型男国际料理补习班，平手之后的第二阶段，不会太难评。准备，一、二、三，准备。好。张俊勇师傅先来，的确就是这边煨的时间不够久，我的大肠我还咬不烂，它卤的时间比较久，那味道都是全部都进去了，那这边的话味道就稍显比较弱。哦，对呀。为什么要优雅？为什么？因为是它是堡垒，那堡垒部分你这边汤水多了，本身的堡垒的香气就会变少。嗯，所以整体的形状也好，包括整个呈现的方式，两锅摆起来的这边的食欲感就有。那这边就觉得汤汤水水的那种感觉。嗯，詹姆斯总结吧，有些菜是需要时间来造就美食，所以你如果是你这个水分，你把它收到跟他们一样干的话，你就入味进去。嗯，那。没有，可惜没时间不够，对，嗯，4-1，恭喜大胜，谢谢，而且还剩下3800元，哇，3800元不是很多吗？欢迎你所喜欢的东西，宣传的朋友在站在一块，祝大家一出好戏来，嗨。到底奶酪在7月18播出，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8点到9点，然后呢在华视播出，希望大家会喜欢到底奶酪。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轻喜剧，然后呢来宾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还有歌曲，对，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支持我们这个到底奶酪。再谢我们说来宾，谢谢我们的温主持人，谢谢大家，下次要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哦。所有喜欢到老奶的朋友，天天都幸福哦。谢谢炎炎夏日大作战，超凉快夏日水果大餐来喽！山下果实，好美哦，好甜啊！就含苞待放，还没开完全的那个花这样。哇，天哪！激情苗，激情苗，对 ，OK， 太高贵了啦！是好，不知道的人以为它是日本料理。我夏日水果塔，这个干冰不用手去碰，放进去了。头发好漂亮哦！哇，好漂亮，太美了，不得了了！天哪，原来水果塔是这样做的！傻妹 PK 老前辈，型男随堂考脑力大考验。凤梨买回家之后怎么处理可以吃到最多的营养素 ？A. 分切后再放冰箱。B. 整颗用报纸包起来放常温。我之前在那个水果店打过工。东西都是可以切了之后放冰箱的，有一些水果是可以这样子，但凤梨是绝对不行。答案是 A。现在的水果刚刚明明答题逻辑超爆笑，三位傻妹无极限。更多的精彩内容，请锁定《型男大主厨》。